Hello， 振东，我的网络是不是很大？我现在讲话正常吗？啊，我总觉得好像胃很大。Hello， 基斯雅 ，Hello， 洛瑞笑笑，请问祖祖现在是正常的吗 ？Hello， 袁乃宝 ，Hello， 公车迷 ，Hello， 新鲜你们 ，Hello， 埃奇 ，Hello， 刁南香，请问祖祖的，请问祖祖的手机是网络是正常的吗？刚本来还想说去看一下宝宝们直播，结果发现我的手机很大，真的吗？今天穿得很好看吗？塔瓦哥 ，Hello， 陈恩，我的网络是正常的吗？卡卡的，对不对？现在呢？现在呢？正常吗？啊？超卡。晚上好，馅饼超好吃。Hello， 易凯。是正常的吗？我觉得我怕我手机会很大，因为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更新浪以后它就很大，连我看宝宝们直播都超大的。Hello Tomo， Hello 小白兔，请问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卡卡卡，怎么办？现在呢？有声音，画面卡，歪呀，怎么会这样？Hello， 原来宝 ，Hello， 新鲜柠檬 ，Hello， 卡丘 ，Hello， 钟勋 ，Hello， 思源 ，Hello， 我爱你 ，Hello， 阿杜 ，Hello， 月了 ，Hello， 鱼尾狮 ，Hello， 黑雕 ，Hello， 基斯 ，Hello， DJ One， 顺了是不是？顺了吗？顺了。卡丘，我错了，怎么了？谢谢 Jimmy， 谢谢我爱你的 Love 啦，跟好多 Hello 吴飞宝，快点过来，你要领罚了你吴飞宝。Hello 陈 ，Hello 天天 ，Hello 新鲜柠檬 ，Hello Jimmy，Hello 杨雄 ，Hello 奶宝 ，Hello 阿鬼仔 ，Hello 企鹅 ，Hello 白饭。我今天是蓝色小精灵队 ，Hello Tomo，Hello 俊莹，谢谢我爱你的蓝色应援棒。谢谢宝贝们，我今天上线啊！谢谢阿杜的新之冠，阿杜来了，阿杜，谢谢阿杜的新之冠。今天很蓝吗？今天超蓝的吼！阿飞火箭不给祖祖要发，不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好事，帮我们家小慧冲这个是100分的。可是呢，我跟你讲。吴飞宝，你给我过来！你完蛋了，你要领罚了！你的屁屁真的是皮在痒哦。谢谢新鲜柠檬的星梦应援棒。Hello 切耳灯，烧肉看起来好好吃啊！烧肉上线了吗？烧肉上线了是不是 ？Hello 金界大叔 ，Hello CJ One，Hello 九蛋 ，Hello 震动。对，你要领罚，吴飞宝，你竟然在有我的天，只有我的天文上面打我们家慧慧的慧，约会嘛哈，哼，约会哈。好，你现在真的是100分哦，姓吴以后就通通给我会哦，你真的是完蛋了你，你真的是对，现在也不姓袁了，你真的是打屁股哎，吴飞宝，吴飞宝真的是真奶宝是谁？真是谁？你去谁家去了？烧肉100分 ，Hello 翠翠 ，Hello 鲁蛇 ，Hello 凯撒琳，对。在跟我约会，你真的是打屁股哦！我是美食评论家，我很开心哎，那工作真的超开心的。我跟你讲，我那天吃的东西都超好吃，那是自动选择，你给我去改。你这个臭屁股，你真的是皮在痒哦，你真的是打屁股哦，给我乱打哦，给我打约会，在我的贴文哦，打屁股，谢谢，是谁的？谢谢杨雄的金之冠，谢谢宝宝。可以的话，粉丝团的宝宝们帮我领个罐罐，我想要罐罐。这吴飞宝欠揍，谢谢振东追踪，谢谢你，你真的是臭宝宝哎，你这臭屁股，讨厌，讨厌鬼！为什么连姐姐也绑辫子？三个姐姐串通好，真假的？今天我们三个人都绑辫子吗？看一下。你们去叫果果绑辫子啊！又重来，姓曾的也只有跟我同组的前辈。想想看哦，是雨喵前辈吗？曾雨喵前辈吗？所以你现在变雨喵前辈的那个了吗 ？Hello 博弈 ，Hello Tomo，Hello 小说。
袁成和风是谁？喵喵喵，一起学吗？叫喵喵，等等，来去刷一排约会。我跟你讲，你们真的皮在痒，这些臭宝宝打死不改。你真的叫什么？宁死不从，宁死不从。你跟我们家那个阿丽一样哦，宁死不从。谢谢一晨的星梦应援棒，是谁变成我的粉丝团宝宝？是谁？柳橙100分，很好。粉丝团100分，那是雷光的力量。他本来就主推羽喵前辈啊，我知道，我本来就是真羽喵前辈，真奶宝，我觉得可以，100分。谢谢切尔东的星之冠，我身旁。Hello， 埃及，史密斯，真的，哦，是宁死不屈，是不是？哦，是不屈，不是不从，是不是 ？OK， 好的。史密斯，晚安。谢谢一晨的100分。Hello， 佑佑，你好，佑佑，佑佑佑 ，Chicken Love， 佑佑，耶、yeah。所以粉丝团要叫什么名字？粉丝团，对啊，你们觉得我粉丝团要叫什么名字啊？吴飞宝，你要去哪里浪？给我跑掉！企鹅损失团，哎，损失团。损失炒肉丝，是这个会不会打屁股？我跟你讲，你们就是平常用这个会就算了。哎、欸，那是我的贴文哎、欸，这臭屁股真的是哦，欠揍！哼，以后就是这奶宝真的是吃皮在痒哦，打屁股，打屁股，打屁股哦。Hello， 陈，我网页版没有画面，我一直重整，真的假的？那现在嘞？Hello 凤宝 ，Hello 袁凤宝 ，Hello 阿哲，二界之家，二界之家四个字，只能三个字，我改好了。凌晨，凌是谁？啊，阿丽吗？阿丽吗？凌晨可以，凌晨100分，叫女神竹之家，就打屁股，就爱打屁股是不是？就叫打屁股吗？你说粉丝团直接叫打屁股？好，今天大叔开车小心哦。是谁的星之冠？谢谢柳橙的星之冠，二界之家三个字啊，二界家吗？还是原二界？Hello 微如，晚上好黄鱼 ，Hello 小薰 ，Hello 天才，二界帮就这个了。二界帮吗？二界帮会不会太简单了？没卡还是二界叫？是阿丽我会被，如果是阿丽我会被杀，那还是谁？灵异前辈吗？姓林的太多了啦，陈是谁？姐姐们绑辫子都好好看，谢谢凤宝。好啦，我改回来。碧兔祖祖气噗噗，你说怕我气噗噗吗？好啦，你改回来，我可能会开心一下下，一点点。叫小肥竹之家，这五个字不行啦，只能三个字，只能三个字，还是直接100分，100分。所以说大家加100分哦，大家赶快加100分，这样是不是？终于修好了吗？屁股帮，屁股帮，屁股帮是什么？屁股帮是那个美玲前辈的吧？不是我的，是美玲前辈的屁股帮，不是我，或者是 Taco 讲的。祖祖你真的有一套不开台还跑去国外的钱的钱，你来了的钱。臭吴飞宝，看到那个吴飞宝就生气，看到那个吴就生气，就会想到那个会，哼，约会，哼，我那时候还想说啊，我已经有一个留言嘞，是谁？然后就一点开来，就哎，还有那个，还有一个人要来领罚，是谁？那个 I G 是安是谁 ？I G 叫安是谁？给我截一张超丑的我的照片，臭宝宝，我那张真的超丑，还标记我，真的是打屁股，我那张真的超丑。怀疑主播开车，但我没证据啊！是什么？谢谢林宝的星之冠，谢谢你。Hello Only， 看我头贴就知道是谁了。这是谁？看一下，这是谁啊？我打不开啦，讨厌！我现在网络超档的。全哥，国没有没收，你怎么还没收？你怎么在这里？国还没收吗？国宝还没收吗？国前辈不是？国前辈还没收吗？我双开哦，100分 ，Hello 微乳 ，Hello 自伟哥，是谁？我用这个看好了 ，Hello 豪哥 ，Hello， 我只会解美的，可以100分，Hello 豪哥 ，Hello 史密斯 ，Hello 坤坤，
就叫胖竹家，胖竹宝，胖竹宝，赶快加胖竹宝。可是是你们的名字哎，那个粉丝团是你们的名字哎。说恭喜你加入胖竹宝吗？要叫宝宝就叫，不要收回去哦。好好，国宝，国宝。可是因为我怕那个啦，我怕那个被姐姐听到会死掉。我要先叫前辈，才能叫国宝。谢谢阿杜的星梦应援棒，谢谢林宝的星梦应援棒，谢谢你们，还谢阿杜的好多好多应援棒。刚建议女生没看到，我刚没看到，我看一下陈的，我看一下陈的照片，我到现在一直点不到，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今天网络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还是浪发生什么事了？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是谁？哦，林杰前辈哦，是林杰前辈吗？谢谢凤宝的，谢谢凤宝的真情告白，竹今天100分可爱，谢谢林宝护队。对啊，竹炭们呢？竹，所以现在有三个，一个叫什么？竹炭宝100分跟二界家，对不对？二界家还是什么？二界宝？谢谢 Only 的星梦应援棒 ，Hello 鬼雷伟，你好鬼雷伟，国。跟猫那边，国前辈跟猫前辈那边没有卡，那我现在这边咧，二界原之竹，所以你说要粉丝团名字要叫原之竹吗？谢谢451的星梦姻缘棒，卖起来发大财，什么东西卖起来发大财的圈？卖什么？嗡嗡都可以叫熊妹打起来，直接叫宝贝可以啦，真的吗？那我就叫宝贝喽，国宝，Hello 晴晴。丢去群组拍卖，拍卖什么东西？竹炭们，拍卖什么？我怎么没看到？叫竹宝宝，胖竹的粉丝，胖竹家可以。不是要叫小竹炭吗？小竹炭太简单了，我觉得这个不行，我不能让你们这么简单就有一个可爱的名字。竹竹，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粉丝团的名字，我觉得我现在三个都蛮喜欢的，就是什么100分，然后什么，原之竹，那个啊，什么？我刚说什么？100分，然后什么竹炭宝，然后竹炭宝吗？不是，100分，然后二界家，还有一个是什么？原之竹吗？100分哪有比较？呀，Hello， 呼，谢谢你的星梦应援棒，还有树葡萄，还有汉谢汉帮我分享直播间 ，Hello 小圆 ，Hello 个451 ，Hello 助理恩，红四嗨。我喜欢竹竹竹吗？我最喜欢竹竹，可以阿杜，你以后就是原阿杜了。嘿嘿，忘了姓名的，请跟我来。你好，请跟我来。二界家哦，二界家是不是？二界，你说二界家100分跟宝宝，竹宝宝、竹炭宝、竹炭宝好像也不错，竹炭宝他们二界帮是不是？二界帮。还是二界家，还是100分，还是竹炭宝。我叫阿丽换名字了吗？刚卡都没有看到我。我刚有说竹宝之家啊，有没有回你？我说四个字不行。Hello Kevin， 区我爱宝宝们，我爱宝宝们五个字，只能三个字。打屁股，打屁股100分，还有100分，100分，只能改一次，要想清楚。对啊，怎么办？还是真的要叫100分？好啦，100分好了，100分可以。Hello 小蛋糕 ，Hello 晴晴，又过年了，大家太多名字，对啊，对，只能三个字。我卖竹竹崩图照50支，出另付竹竹打屁股福利。这个吗？可能要1000出哦。叫竹屁屁，竹屁屁吗？喂，大家赶快加入竹屁屁吗？好奇怪哦，好不舒服哦。Hello 小皮，叫 Hello， 只能三个字，只能三个字，因为粉丝团只能叫三个字，我只能改三个字。你不的家人来拜花盛开，好运来，祝你好运来。结果那天点点他一直放我的歌，哎，你放我的歌是什么？放我们的歌，哎，放 TP 歌，我超开心的。他还唱365，哎，我真的超开心的。几霸婚不错哦，几霸婚吗？不是竹竹一脚踹过去这个福利吗？100分，这个100分。Hello 浩毅，
竹怡慧，竹怡慧，这个太难听了，不行，太不行，真的吗？很卡吗？现在呢，对我们好像是肥宅快乐水100分，那就叫竹炭宝，竹炭宝吗？竹炭宝 ，Hello 魔吞，然后竹炭，嗯，还是二竹宝，二是用那个二界的二，二竹宝，快欢迎加入二竹宝这样。叫竹炭宝 ，Hello 米宝，谢谢树葡萄的新之冠。叫竹怡慧不要，我觉得小竹炭不错。小竹炭吗 ？Hello 树宝宝，你是我的情敌耶，树宝宝。但是先说，竹竹不能穿高跟鞋出来会出人命，它可能会破一个洞吧？你们会破一个洞，就是哎、欸，高跟鞋的那个跟这样。二竹家叫爱竹竹。爱竹竹吗？阿竹嘛，阿竹嘛，感觉不像粉丝团的名字啦。不要叫竹炭吧，要去领罚哦！快点，你现在给我站在旁边站着看直播，不准坐着，站起来，不准坐下看。对啊，情敌你好，真的是，我是正的哦。小竹炭加一，小竹炭吗？他不用穿吧？德全不用穿衣服吗？刚被蚊子叮一包超红，真的假的？怎么办？赶快去擦药。Hello， 戴戴。林竹马好像在骂脏话。 Hello 汉，什么东西？幸运竹、暴走竹、月光竹、小智竹。哎、欸、好，100分的微如，你直接帮我把我所有的粉丝名都想一遍。幸运竹好了，我觉得幸运竹不错。去罚站，对，你给我去罚站。无非宝动物园哦，我觉得动物园也行。竹不能穿高跟鞋，这样会高攀不起，会永远母胎单身。啊，嗯，高跟鞋歪歪。Hello 黑骑士，洛丽笑笑100分，笑死。可是竹竹以前上台都会习惯穿高跟鞋，我现在穿高跟鞋膝盖会痛了，我觉得最近膝盖真的是，早上真的笑死我，我真的点不进去。你知道我有一半时间我的那个阿力是没有脸脸的呢。不要害祖祖被变台啦，名字越来越母汤。对啊，你们很坏，好讲脏话。叫幸运竹吗？好运竹，好运来，好运竹，大家觉得怎么样？好运竹，萌萌竹，好可爱哦。林竹，哎、欸，不行，阿哲，你要害我差点讲脏话，讨厌。这么快就关节退化，我觉得我最近关节好像很不好哎、欸。甩锅给高跟鞋，嗯，都是高跟鞋惹的祸，哼。百分竹，哎、欸，百分竹好像不错哎、欸，百分，可是我总觉得好像可以有个什么家哎、欸，感觉有个什么家好像不错。好运竹好了，好运之家，好运家，幸运竹，小 Hello 小薰。粉丝为主，灌竹子。灌园字啊，灌园字，那不算脏话是吗？应该一定是因为跳舞太多，关节耗损。关色耗损是什么？请问什么是关色耗损？史密斯，竹百家，百竹家，竹百家，哎、欸，竹百家好像不错哦，竹百家。可是竹竹你怎么会膝盖痛？这么快就职业伤害了吗？可能是吧，因为之前是高跟鞋，然后现在是跳舞。对，我吃披萨。没有，我不是吃达美乐，我是吃古拉爵的披萨。不满足是什么啦？关节好关节，谢谢阿杜的好多好多星梦姻缘棒，谢谢阿杜。披萨你真的都吃不胖哎、欸？哪有，我有胖，请看我还长痘痘，长一颗痘痘。可是我好想吃。松竹梅是什么意思？哎、啊，100分，岁寒生有，叫幸运竹，元妃不 OK。很像日本的姓元妃，我不想当皇后。100分，披萨 ，Hello Hello， 请跟我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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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跟我来。那个，我们寄护膝给你好了，要为护膝，我有4个护膝，所以没事。古拉爵不是火锅吗？古拉爵不是西餐吗？摇滚披萨也好吃，好吃好吃，摇滚披萨好吃。哎、欸，懂吃哎、欸，叫很满足，很满足好像也不错哎、欸。情敌族、欸，欢迎加入情敌族这样子。阿达
答一组一百分，我觉得可以。幸运组啦，就决定是这样了。那我们寄呼吸给你，哎、欸，所以 no 元妃组，元妃宝，你姓吴 OK 啊？你不要一直给我打那个会，我就打屁股。你知道混会的，你知道混会的那个贴文下面留那个会啊，不然你以后，不然你以后在我贴文时，不管什么圆都是用我的圆。交换条件，现在让我们来快乐崇拜。哎，一百分，一百分，请跟我来。听说有日本人的名字叫五十岚，真贵。啊，好白痴，五十岚真贵到底是什么？笑死 ！Hello， 地狱奇迹，什么都不错。煮足练完以后有对习惯就叫有啊，我有，就是比如说冲热水啊或者什么。等一下我阿女传讯息给我，因为我没看到，糟糕。暴走族啊，哎、欸，好好，哎、欸，我觉得可以，我的粉丝团叫暴走族，好不好？欢迎加入暴走族。嗯，今天是蓝宝祖族。谢谢 Kent 的新之冠，脆叫不脆煮好了，干脆叫不脆煮好了，不脆煮是什么？轩辕一族一百分，不是五十岚兄贵吗？Hello Power No 炮儿 ，Hello 炮儿，我很乖，不能加暴走族，加了西恩，你答应我加的，哼。快点啊，暴走族！平常你暴走，不是我们暴走。快点加暴走族，快点，快点，快点加暴走族！睡眠不足，不要暴走族啦，叫幸运族。二阶族晚安，晚安田中。要聊飞机头吗？不行，什么东西不行？长颈鹿就反扑归真回归。小竹炭吧，我们退出了啦，不行，原来吧，不行，现在打竹子都会变成竹子，都是竹竹爱，很好，就是要这样，谁叫你们的会都给我打奇怪的会，跟你讲我吃醋哦，很，有你就满足一百分，那现在你们有没有什么力都是草字头的力？我有哎、欸，我什么都是草字头的力。追逐者，追求组织，嗯，谢谢桃花哥，就桃花哥最爱我了。谢谢 Only 的星梦应援榜，神秘组好了。哦，哎，神秘组好像可以耶，三个组。嗨，欢迎回来。建筑的竹都变成竹了，哎，一百分，很好。Hello， 小猪耳朵，谢谢小风仔的星之冠，谢谢你。嗯，谢谢，呵呵，存款不足一百分，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是故，我就是故。Hello， 弟弟，好久不见，弟弟。暴走族的主题曲要配马路须加吗？这个我没听过哎，很厉害哦，一百分，欠一百分。女神族有啊，什么东西有啊？无非宝，你说你也有自动选字吗？Hello， 树宝宝，欢迎回来。有人打力会遭遇不利。哎，对耶，哎，对耶，好像有，哎，对耶，有两个力耶。谢谢小风仔的星梦应援棒，很痛哎，你知道吗？什么东西很痛？Hello， 史密斯，钱不足。哎，不行，那这应该是注音符号的问题吧？反驳不了。柳晨说什么？雨是看我飞舞的头，存款不足不能反驳，余额不足，阳光不足啦，阳光不足啦，我很卡，要出去再进来，真的假的？哦哟，我的网络真的是马路虚加，竟然没有听过前辈的剧，真的吗？神秘族感觉满满的恶界，浪花不足，我觉得，嗯，我觉得阳光不足，我都没有办法加。而且我现在啊，要跟小慧对不起，欸，我要先去加我家队长大的，因为我一直抽我家队长大的红包，我觉得超 sorry 的，我好像应该要先去加一下我队长大的粉丝团。
是校园剧吗？只有声音画面卡住。我跟你讲，你是不是更新了那个浪？我跟你讲，我更新浪，不是我更新浪以后，我今天一整天都超档的。现在呢？算不好吗？有些事情为自己。袁飞宝。是我播的天堂，暴走族比齐慧族好。什么叫比齐慧族？哎，齐慧族我会生气，真的100分。先离开了，等等要去给别人应援。小风仔又要去浪了吗？那你帮我跟点说，谢谢点点昨天放我们的歌，说我很谢谢他，然后谢谢他唱365，他唱365超好听的，然后帮我跟鸡尾包说生日快乐，谢谢小风仔。Hello 易红。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今天是蓝宝祖祖。Hello 汉月光族，只有声音画面稿。对啊，是校园剧吗？我不知道耶，是什么？七位族100分，吴飞宝你给我站着，你不能坐下，你给我站起来。我更新了，只有林杰前辈台会大，就是对啊，我也是更新以后很大哎。齐慧竹就0分了，真的0分，气死我了！臭宝宝，谢谢小薰的我来签到青春竹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宝贝，这个竹竹可能没有办法驾驭这个青春竹的部分。我也有更新啊，可是只有我大，为什么我的更新了以后我的超档的呢？所以我才跳出去再进来啊，真假的？怎么办？我已经站着了，很好。吴飞宝不可以坐下，你给我站好，不准坐下，站着看。打屁股，你要为刚刚那个约会给我打屁股。暴食族，等一下，我再问一下，请问 IG 里面那个叫安的是谁？是玉安吗？是否是玉安？我看你很顺。对啊，为什么有些会顺顺，有些很大？为什么？哇，金球啊！食人族也太可怕了吧！美食族好像也不错，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幸运族啦，就决定了。崩坏族，Hello 郑伦，可以在 YouTube 搜寻马路虚加摇滚，我截图，我等一下下播去看。那慧族呢？100分哦，金姐大叔，你也站起来，不可以开车，你现在停旁边。然后下车，然后站着看我直播。杰大叔，请不准开车哦，不让你开车喽。Hello 塔瓦哥，我是顺的，这个好，什么东西这个好？奶宝说什么？奶宝崩坏族哎，0分。谢谢花生什么是的星之冠，但是因为我现在动画跑不出来，所以谢谢花生什么树。竹宝贝，你自己决定好了，好。我来决定一下，月光族、阿美族，我会把大家的那个，还是我最后我会选两个，然后会发 Instagram， 大家再帮我到 Instagram 上面帮我选。啊，呸，史密斯你乱讲话，谢谢晴晴的星之冠，不然樱花族怎么样？樱花族也不错，等一下我要先记一下，我的脑子记不住这么多，谢谢晴晴。烟不有麦当族好像很不错。好，我选一下，我选你，把你们的想一下，然后我选两个，你们再帮我到群组，再帮我到 Instagram 上面投票，好不好？你先什么麦当族？我刚第一个看到是麦当族，还有什么崩坏族，然后呢？好啊。Hello 花生糖 ，Hello， 谢谢萌萌冬雪，萌满屋帮我分享直播间，谢谢萌萌冬，谢谢小蛋糕的花枝精粹，可以呀、啊，麦当族，巨人族，巨人族好像也不错，松板族，直学那什么？我刚刚说什么还不错？我刚刚说巨人族，好啊，好，百分族，对，百分族。心开始曲折，百分族哦，恭喜锦锦中奖，谢谢锦锦的星梦姻缘棒。二界族、好运族、幸运族、暴走族，这个我直接截图可以吗？100分打字，谢谢小英。
谢阿杜的 kiss 啾啾，谢花生什么书包分享直播间，恭喜请听众奖 ，Hello Chase， 记得每个人投票齐会主哦，直接打屁股哦，原来宝站起来，你也不可以坐着看，原来宝也站起来，原来宝不可以骑车，现在骑到旁边停下来，然后给我站着，会会主哎，先很好，自己站起来哦，很好，100分，自己站好。竹呢？什么叫长颈鹿？竹呢？哎，竹呢？长颈鹿？嗯，竹呢？动物园，动物园，对对，动物园。谢谢小蛋糕的星梦应援棒。动物园，对对，动物园。不想懂得，全部都站起来，叫什么没关系，我又没加入，是不是拜托啦？你不是阳光很多，你就加入祖祖的粉丝团嘛。然后帮我领罐罐嘛，史密斯拜托。啊，樱花族，樱花族，樱花族。还有什么？罚站族，罚站族100分，罚站族。谢谢小风仔的星梦姻缘吧，谢谢小风仔。长颈族，对，长颈族，长哎，长颈族，我觉得这还不错哎。我愿意。小竹炭也加一下哈，小竹炭。犯的错，不计什么。然后什么？谢谢呱呱的玫瑰佩佩竹，佩佩竹好难听，我不要朱莉安，我不要加佩佩竹好，好笨哦，我不要四颗眼睛。谢谢呱呱的玫瑰 ，Hello 剑骨美食竹，美食竹。胖竹家跟竹一会，我不要理你，是不是？不要，不要，选项太多了啦。长腿竹，哎，长腿竹好像也不错。谢谢飞宝的星之冠，谢谢晴晴的星梦应援棒，谢谢晴晴的好多好多星梦应援棒，太多了，大家很难选，我会选两个出来。对，我会选两个出来，直接给大家。我刚说什么还不错？长腿竹，长腿竹，长腿竹，我觉得这几个都不错哎，我觉得长颈竹我觉得不错。请问那个一个发一个支的是什么？发展族啦，我打成发展族，发展族，发展族。OK， 好，巨高族，巨高族，场景族我觉得哦，竹百家，竹百家我觉得不错，竹百家，竹百家，竹百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点点点配影片就是 I am 公主，哎哎，对耶，我公主好了，什么还是公主家，哎，公主家好像不错哎，公主家，竹百家，公主家，哎，公主家我觉得很棒，否则不是肥宅吗？肥宅快乐闪啊，呜。结果我是王子，是不是王子族？哎，王子族好像一个名字哦，谁叫姓谁姓王，以后叫子族，王子族，王子族。嗯，是什么？那么贵就淡一些，海豚草也哎，我不太会唱这首歌哎，哎，糟糕，竹夹鱼，竹夹鱼感觉你们要叫竹夹鱼也是可以啦。Hello 神木 ，Hello 365 ，Hello 啦啦啦，公竹夹300分，我觉得公竹夹好像不错哎，选项有点多，你挑一些出来投票好了。紫竹网是什么？蜘蛛网？哎，不能不让票太散，好啊好啊。等一下，我先把几个先删掉，麦当族直接删掉，动物园考虑，罚站族先删掉，罚站只有今天罚站。谢谢剑骨的星梦应援棒 ，Hello 浪客451，好，我会选王子族的话，你就改姓了。对啊，我会变成姓谁啊？谁有姓王的吗？哎，我们 TP 是不是没有姓王的 ？Hello Ken， 小公主。我觉得公主家不错，小公主是在说我，我是公主，爱公主，我是公主，我是小公主。悲伤融化 ，Hello 的全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东西？为什么要问号？一家什么一家？什么一家什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Hello， 神威，叫小公主显得你有公主病哎。你们把我宠得有公主病啊？没关系。哇，我王蛋了，怎么了？我王蛋了。一家表示，一家王要哭了啊啊啊啊！对不起，一家前辈，我爱你。发现王一家十次是，对不起。好的，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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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前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在一家前辈前面写十次，什么一家，你真的要打？我想说一家前辈怎么了？王八，还好我没加入，没宠你。哎，什么意思？你赶快加入！哼，什么意思？赶快加入！原来一家前辈不姓王，对不起，我想说，哎，对啊，我们好像没有姓王的前辈哎。哦，有，有啦！我下次在一家前面写十次，我对不起一家前辈。新鲜柠檬，哎，我的头发整个都扁掉呢。我的心有，是你的心。我的头发被夹到了，也是挺疼的。一丝暖暖的微光，不要！一家前辈姓易，对。下次你要给他抢红包，哈哈！我下次给他抢红包，我下次等到50人的时候，我就去邀请我们家一家前辈来抽红包啊！我家队长大都不来抽，讨厌！哼。悲伤融化，爱祖祖没有啦。一家前辈姓袁，对。谢谢德全的冲浪失败，为什么是冲浪失败？为什么要失败？我会竹嘞。今天大叔，我真的不让你开车喽。今天大叔不让你开车喽。爱的魔力转圈圈，心花怒放，黑夜白天留住竹。哎，留住竹是什么？是我们家刘家，是我们家卢卡吗？打屁股 ，Only， 你也想罚站哦？一家前辈烤肉，竹竹罚写，可以100分。等一下，然后这个是刮我的头发，好痛哦！爱的魔力转圈圈。谢谢大家把我变成最佳新人王，谢谢大家。一家前辈烤肉，追逐者，哎，追逐者好像也不错哎，追逐者好像不错。那种感觉一直没出现。追逐者。永远不蜕变。真的要变成罚站族了，对。Hello， 问号问号，这是三太，这是叫三太还是叫三太族？三太族的是什么部分？祖祖你要问浪，我每次送每次都失败。你看，然后浪现在让我宕机，他一定是嫉妒我，你们都很爱我这样，然后他就生气了，然后他就让你们都没有办法看我直播，对不对 ？Hello， 小白兔。讲完，然后我等下被你们打，这样。姐姐头发痛就不要戴帽帽，不是，是因为我帽子后面有一个这个。然后我想说啊，算了，不要把它拔掉，又有点懒。然后结果三太子的概念，当机主，我不要再当机了。万神参拜万神，大家都是建筑师，很会取100分，真的100分。忘了名字，请跟我来，请跟我来。那首歌叫什么？那个歌名叫什么？恭喜万神中奖 ！Hello 小白兔 ，Hello 卡咪乌布，他只针对你而已。哦哦，好吧，好吧，恭喜万神 ！Hello Sparky，Hello 默默无闻，好久不见，默默无闻。小英去 Banana， 哦好，你赶快去阿奔那里，你赶快去阿奔那边，阿奔那边签到。就请跟我来啊！哦，真的吗？那首歌就叫《请跟我来》，是不是？想你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转眼会不见。我要慢慢冒险，
茉莉转圈圈，荡鸡足不错哎，会不会被姐姐骂？会。凤宝，你是不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哦，是快乐崇拜的时候，是不是想跟大家一起反战？哦，是快乐崇拜，对不起，我错了。嗯哼哼，你的笑容就在眼前，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不见我要慢慢哦克服危险，一起站起来，大家一起站起来。不是快乐崇拜吗？是快乐崇拜。Hello， 神威，赶快站起来哦，大家，站起来跟我一起嗨，就是站起来跟我一起嗨，不是罚站这样。把最后一个吃掉。不要啦，不要罚站，好，不要罚站，笑死！我不要举手，我又没有碰别的地方。我想到另外一首歌了，没关系，我清理好了，好了啊。Hello， 拜拜。Hello， 仙气飘飘。思源 ，Hello， 全体。Hello， 思源。什么东西？我又没有脏脏的，我很干净啊。把它吃完，擦擦手就好了。我很担心吃饭。对啊，我一个人吃掉一个皮，它是薄片的榴莲。真的厉害的是美玲前辈吧？不要罚站，那罚跪算盘好吗？好了，大家是欧里说要跪算盘哦，你们大家快点去拿算盘起来跪。Hello， 汤露讲 ，Hello， 阿尔法，谢谢志伟哥的新之冠，欢迎回来林保护队。哦，你说你回来的时候我就吃掉一整个披萨吗？我有拍，我拍很多，姐姐都没有发，我就不能发，你知道吗？我已经发，我现在还有三支抖音，姐姐还没发，我就还不能发，我现在拍了三支，然后我自己这边现在还有三支还没有给姐姐，而姐姐都不发呢，我就都不能发了。是原来表说的哦，大家现在去公园，赶快跪在那个健康步道上面，快点，快点，快点。Hello 光爱 ，Hello 浪客八五九，好久不见啊，没有好久不见，浪客八五九都有来，算牌100分，林宝队欢迎回来，好吃。你们 IG 可以用投票吗？好像没有人用看过其他。可以哈，有我们家 Taco 讲前几天才用那个呢，才用那个呢投票呢。官方账号只有一个，排队，对，我要排队，所以我这还没，我爬好多啊，都没有用，用限动也可以，可是我交出去的就要等姐姐发才可以啊。但是我现在目前这边还有三只这样，然后我会慢慢发，不要。你去，主主要挑战的是健康步道，是你们要挑战，不是我。你们要处罚你们自己的话，就让你们处罚你们自己。我只有说罚站，但是大家一个忽然间说要跪算盘，一个说要跪健康步道，去，快去，很健康呢。谢谢谢谢小蛋糕的幸运四叶草，我是叫你去健康步道，是你们，是不是我 ？No No Nami， Not 主主哦。跪健康步道很奇葩，你就看一排大家这样跪一排，然后全部健康步道，然后他们说你们是谁，你就说我是袁乃宝，我是袁德全、袁志祥、袁宠宠、袁 only， 然后还有谁，袁蛋糕、袁晴晴、袁神威、袁 check it out， hello check it out， 欢迎回来。我翠翠草，你哦不是翠，
我的眼睛发生什么事？我是元辰，我跪草皮就好了。你不能跪草皮，照这个逻辑，跪主机板不就是一劳永逸了？为什么跪主机板是一劳永逸？这锅我不接。我是元志忠，好好吃。哎，元神威这样不行哦，元神威。打屁股，元神威这样不行，没有什么叫好吃，没有不行，你一定要通通去跪一排，然后说是谁的时候都通通圆起来，圆子煮起来，这个吗？就会忽然间有一天发现，哎，我直播间怎么忽然间来了一些我不认识的人，然后他们大家就说，请问圆子煮是你吗？这样，那哎，是怎么？为什么忽然之间好多人来哦？这样，然后哦，原来是大家帮我去公园跪那个健康步道，帮我宣传。对，你也姓袁神威，袁神威，对对对，袁飞宝，袁无飞宝，袁无飞宝，复姓。Hello， 柳城，你的无一定要留着嘛，对不对？那没关系，我们无留着，袁无飞宝。我也是一头雾水啊，我什么时候改姓了？没有，只是他们说大家都要去跪，一起去跪，所以一城的话变成袁林一城。各位粉丝圆起来 ，Hello Doxy，Hello Anne。然后袁凤宝也要一起去吗？对，复姓，人家的复姓是欧阳啊，什么什么的。没有，你不是，你是袁无非宝。祖祖，对不起，我膝盖不好，只能单膝跪祖祖。可以，袁塔瓦哥。袁塔瓦哥，可以。那跪榴莲不是更嗨了？100分，袁成加速，袁不对，你要三个，你要三重姓。你要叫袁林陈家树，袁林陈家树，对，袁林陈家树，对，你以后叫袁林陈了，哎，100分，你以后直接改名叫袁林陈树宝宝。我是什么？我是无缘飞宝，可以也行，随便，这两个调换其实也是差不多，反正就是有一个缘去搭通，要一起去跪那个公园的那个健康步道。我应该是旁观者，因为我不姓袁，没有，你是袁陈啊。变日本人了，欸，真的耶，袁林陈家树，欸，100分，可是我没膝盖，因为我膝盖中了一箭。为什么你膝盖中了一箭？柳城为什么要哈哈 哈大笑？无缘还好哦，什么叫无缘？谁是无缘？谁无缘？无缘还好，无缘飞宝，哦哦，无缘跟哦好像不好耶，糟糕了，无缘飞宝。那就跟我无缘了，可是好像对，好像不太好，无缘飞宝不好，缘无飞宝好了，缘无飞宝比较行，健康不到超痛的，100分，我竟然姓袁了，对，就是刚刚我说要罚站，大家就是去跪的时候要姓袁，这样，平常你们要姓别人的就去姓别人的，就是这个时候知道要安静，糟糕了，经纪大叔你讲话了呢，袁经纪大叔。袁金哥大叔，100分 ，Hello Sparky 也要姓袁吗？你会变成 Sparky 袁呢？你这样很好笑，什么？我这样很好笑？我哪有很好笑 ？Hello 问号，你叫袁问号，以后你就叫袁问号了。你是新进来的浪客，对不对？新来的朋友，大家你好，袁问号问号，你以后要按追踪祖祖，然后可以的话。加入祖祖的粉丝团，然后还不确定他以后粉丝团会叫什么名字，然后以后加入的话就可以帮祖祖领这个罐罐，然后就可以丢罐罐给祖祖。我以后要改叫世凯，不行，你要叫袁林陈世凯。原来只有祖祖，哇，这次好复杂哦，谁的名字？原来只有祖祖是什么啊？原来只有祖祖哦。Oh my god， 陶老哥，你100分，你以后原来就用我的原了，哼，我一定要跟什么会什么什么会约会约会来做 PK， 莫名姓袁的各位出来反抗吧，新鲜柠檬袁，新鲜柠檬袁柠檬，祖祖你这户口多了几个人？我看一下哦，目前多38个，今天目前有38个，树葡萄也来了，所以你要袁树葡萄。丢罐罐，你是猫吗？我刚说什么丢罐罐 ？Hello， 奇宝哦， oh, 罐罐啦，是这个罐罐。姐姐，你猜我姓什么？你叫袁凤宝，出南园呐，出南园呐，可以啊，出南园也行啊。
这是电玩的梗，我以前是个 OX， 但自从我膝盖中了一箭，真的假的？所以以后说我以前我以前也是个圈叉是什么？所以我以后比如说想当初我以前也是个什么，但自从我膝盖中了一箭，这样吗？是用在这里吗？比如说想当初我也是护，我想当初我也是。我也是什么？想当初我也是一只兔子，但自从我膝盖中了一箭，我就变成长颈鹿了，是这样吗？我这样应该不是膝盖中箭吧？我应该是躺着中箭吧？不知啥时我就变成长颈鹿了。Hello， 七宝，艾瑞，你好，谢谢欧里的新之冠。Sparking 欢迎回来，我是说我本来姓什么？玉凤陈吗？祖祖一百分 ，Hello 陈鱼落叶，太近了，那我们远一点，可以吗？可以远一点吗？哒哒哒哒哒哒哒。雨很重，你却赶不走。我喜欢有距离美。什么叫有距离美？你真的变成无缘飞宝了，怎么办啦？不能无缘啦。兔子有膝盖吗？当然啦、啊，当然神威，当然。当然，当然，太近了，无缘飞宝一百分，好多罐祖祖的信哦，一百分，再远一点就更美了。哎、欸，什么意思？是近就不能看是不是 ？Hello， 阿润，你好呀，晚上好。Hello， 小爱、欸，明明喜欢爱吗？离开镜头更美，太过分，真的太过分，今天大家真的是打屁股哎、欸。再会啦，心爱无缘诶郎，一百分，这个一百分，好，可以有出现我的名字，我好像有点开心。虽然很多很多的会，很多很多的舞，但是有一个缘，我好像就心满意足了。谢谢 Kent 的 Kiss 啾啾，树宝宝，你刚去哪里浪？谢谢 Kent 的 Kiss 啾啾，你以后叫做 Kent Yuan， 你以后是 Kent Yuan， 你是圆公车宝宝，公车宝宝。离开荧幕就没了，你们真是哦！今天炮火全开，对啊，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今天大家一百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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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一百分机关枪吗？一百分，一百分什么？剪刀枪？一百分剪刀枪啦！机关枪是什么东西啊？一百分剪刀枪，卡！现在呢？祖祖离开手机会太安静，这样我会睡着。不。那你就错了，你觉得祖祖离开会安静吗？不不不，你错了，我就算离开镜头，我还是会让你充满我的声音的。今天都是法战族，祖祖都大话大话大话你们哦，我都大话你们吗？天，今天是法战族，对，今天大家都法战族，卡了一点吗？加料肥宅水一百分 ，Hello 又又欢迎回来。今天静静的很美啊，静静的会害羞，真的吗？真知足，今天你们也很烦呢、欸，谁？我是漂亮，我是公主族。Hello 浪客八五九，不会会更吵，聪明圆奶宝，不愧是圆奶宝。Hello 小蛋糕，吓不倒我的。我决定关静音，太过分喽 ！Hello， 十月比新秀灵儿场控灵 ，Hello， 场控灵，你好呀，欢迎进来我的直播间。Hello Prince，Hello 马哥，公主族，对我今天是公主族，我是小公主，怎么办？我今天背为什么又湿湿的？我怎么会这样子？我是不是冷气是开很少啊？我怎么觉得好热？静静的点歌，有一首歌叫《静静的》，是不是？拒绝养公主，为什么拒绝养公主？公主族 ，Hello Prince， 谢谢 Prince 帮我分享直播间，先去抢红包，等等回来，很棒，思源，赶快去抢红包。我觉得哦，还有飞宝，你是不是真的很爱我？
就是你是不是在浪梦成真的时候还可以讲到我失陪主，真的是你今天到底怎么，真的是很爱我哎，飞宝，你就连在那边都可以提到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好像是有红包的时候就讲到有主主这样，嗯，100分爱主主，你也爱我吗？公车迷，真的吗？那你也会时不时就讲到我吗？女神刚刚去仙女那边，好，没问题。昨天看到偶像背湿了，今天姐姐关切背凉了，什么意思？叫关切背凉了是什么意思？昨天看到偶像背湿了，今天姐姐关切背凉了吗？啊，没有啦，我怕，不要这样，神威，我跟你讲，点点昨天放了我们 TP 的歌，我真的好开心，而且他还放了那个365，你知道吗？我真的超好听的。俗话说，公主不是病，病起来要人命。哎，是这个吗？不是牙痛吗？我怎么在我记忆中怎么是公主？那有要你们的命吗？84是什么东西？原来宝84。今天打针手有点什么湿背手，今天打针有点痛，打预防子宫颈癌的。哦，我有听说子宫颈癌疫苗很痛。真的，今天是湿背秀，祖祖冒冷汗了齁，我也觉得，我觉得我们家最近冷气有点不是很冷。谢谢阿杜的爱祖祖，和祖祖保持距离远，只听得到祖祖，近眼里只有你。哦，淘宝哥100分，淘宝哥今天只有你温柔，大家今天都捡到枪，不是机关枪。背凉了一下，怕。玉安，你的 Instagram 是不是叫安？真假 nice 哦，什么东西 nice 哦，神威是不是？我觉得超棒，不是今天啦，是昨天。我刚想今天吗？对啊，那真的很痛。Hello， 叮当鼠，欢迎叮当鼠，好久不见。84就是不是的意思。刚刚谁说84？百事啊，原来宝说什么百事？什么百事？原来吧。你戴帽子一定会很热啊，真的吗？谢阿杜的星之冠，谢 Hello 马哥，咕咕，欢迎马哥回来。姐姐有打过吗？我没有打过，我听说很痛，我一直不敢打，一直不敢打。我刚刚说什么？我一直不敢打。冷气滤网要洗了哦，所以要洗滤网是不是？好，了解，谢谢一晨。真的，大家今天不能乱讲话，巴塞。祖祖今天祖祖是甜美系，应该一直都是。谢叮当鼠 ，Hello 阿尔法，欢迎回来。谢加速的真情告白，今天大家拿的是火箭筒，对啊，很可怕呢。现在顺了，刚刚杰星那前面那边有点卡卡的，拿加农炮，加农炮跟那个一般的大炮到底有什么差别啊？一直都是甜美，谢谢 Hello 弹唱宝贝。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好啦，那我趁现在刚好有一些大家有我的粉丝团宝宝，看一下哦，粉丝团宝宝们，大家要上线咯，粉丝团宝宝们上线咯，女生才会卡卡嘛 ，Lady 卡卡，卡卡的懂吃懂吃懂吃。我的粉丝团宝宝们，今天是粉丝团宝宝们的日子啊！我可以跟在你身后。粉丝团宝宝明明就在线，你在好不好？飞宝，原无飞宝，可是飞宝你我这个不在，你在，飞宝在，羊奶宝在吗？切尔东要回来了吗？树葡萄要回来吗？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祖祖甜美有证哦，原来宝已下线，不行，回来，通通回来，不行，我要发了啦，快点啦，刚好趁现在啦，快点啦，快点，祖祖昨天答应的那个粉丝团的红包啦 ，Hello 宝贝。好了吗？发起来哦！阿杜回来了，是不是？好，可以。现在有几个人啊？怎么今天一直卡？啊，可是好啦，你发我就知道。我跟你讲，这是我真的是我答应好的，而且你知道吗？其实这有一半的那个浪花是怎么来的呢？就要我谢谢我们的玲玲保护队，因为那天他发了好多好多好多啊，还有树宝宝，
阿飞宝宝好像也有发，在我们领领宝宝台的时候，他不是发了很多很多吗？然后我就抽到有了，爱你们，谢谢飞宝的星梦一元大，恭喜你中大奖。哎，你中多少啊？恭喜中奖！忘了问主厨有没有说有，我收到了。叮当鼠，我一直要等你来，你都没有来，我都没办法跟你说我收到了。飞宝宝，你中多少啊？为什么我看不到？为什么我更新以后什么都看不到了？真是太生气了。不思量，只能相望。还要吗？哦，对啊，我上次抽到还有啊，粉丝团，因为我出差去了，真的假的？好，来快点一包粉丝团的，快点手手准备，三二一，手手准备，三二一。啊，是谁送我？是谁？等一下，是谁送我的红包啊？是谁在我发之前发了？哎，我自己领我自己的干嘛？在干嘛？我以为我是，哎，树宝宝有抽到100分，啊，陈友啊，那个树也有，很棒，很棒，很棒，很好，很好，啊，很好，很好，很好，大家都有抽到是不是？好好，这是谁的红包？谢谢树宝宝的红包，恭喜小英升级，耶、yeah, ！谢谢树宝宝，嘿，开心，恭喜小英，恭喜小英加入我的粉丝团。现在厨子到酒，公车妹你可以吗？你不是会被妈妈骂吗 ？Hello 旅怪，谢谢宝宝们。千顺的话，千顺的很。谢谢树哥红包，谢他不是树哥，他是树宝。他是树宝宝，谢谢谢谢飞宝宝的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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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应援棒。现在发生什么事的应援棒？现在发生什么事？好多应援棒、啊！祖祖妈咪奶瓶在哪里？为什么要给我吃奶瓶？为什么要让我吃奶瓶？为什么要让我吃奶瓶？女生，我是说刚刚红包储值到啊，真的假的？很棒哎、欸，很好很好。红包设置送礼物可以领红包。谢谢柳橙的好大大大大大哥来谢应援棒，谢谢你们。Hello 玲玲宝物，对我刚才说到你哎，你很棒，好好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原谅。Hello 微微，微微是猪宝宝要喝的呀？为什么是猪宝宝要喝的？猪宝宝怎么了？为什么猪宝宝要喝奶奶？谢谢花生什么树的星梦应援棒。Hello 万神，欢迎回来。Hello Hello 玲玲宝物对。Hello 龙骑士，欢迎。几分浅深的痕。Hello 小猪耳朵，欢迎回来。万神，就肚子饿啊？为什么我肚子饿？我哪有肚子饿？谢谢小英的星梦姻缘棒。祖祖帽子写着服从，哎，有吗？O B E Y 是服从是不是？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很好看，我就买了。现在我从来没有看，几乎没有看安安，因为我只爱你。Hello 微微 ，Hello 神威，谢谢刚沉迷，谢谢刚沉迷爱主主，欢迎回来袁神威 ，Hello 袁汉，自己怪人，自己怪我自己的性，哼，我要生气了，我要宣誓主权。Hello，Hello， 新鲜柠檬 ，Hello， 正文，慧慧直播了吗？我来去看一下慧慧。他改了，他叫小慧星哎，100分。慧慧早安，今天口红好看，100分。
会开了，是牌子啦，不过是服从我的意思。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服从我吧。哦哦哦，差一点给你们看到乱乱的地方。Hello， 鸡饲养好的小白兔。Hello， 正文。Hello， 小白兔。哎，我们来听多情种，我的隐藏歌。是雇主，我今天因为冲着电波，我今天忘记那股，哎呦，是雇主。四月初，现在阿杜的新歌，啊，我看到特效了，我好困，痛啊，很痛哎，第二次了吗？阿比，遵从服从，真的假的？是阿比吗？是念阿比吗，马哥？谢谢杨翔的心之冠啊！粉丝团的宝宝们，可以的话帮我到星梦学院这边，然后领个罐罐好吗？谢谢邱仁东的心之冠，谢谢你们。祖祖想要心之罐罐，祖祖想要新应援棒，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请给祖祖这个。祖祖想要集，谢谢柳橙的心之冠，是念欧北欧北欧欧欧北欧北吗？欧北。欧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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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谢谢灵宝后代的新之冠，谢谢陈的星梦应援棒，谢谢宝宝们猫罐罐。对，嗯，不对，对，其实说真的，猫猫跟狗狗我真的比较喜欢猫猫呢。谢谢劝的新之冠，谢谢凤宝宝的星梦应援棒，谢谢灵宝后代的星梦应援棒，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刚是谁送我那个啊？啊，谢谢凤宝宝的真情告白。我刚才有看到另外一个礼物是什么？雀子伟哥儿的真情告白，谢谢你。谢谢柳橙的真情告白，谢谢你们，怎么那么好？谢谢橙的心之关关，谢谢一橙的幸福一人棒，谢谢宝宝们呢。哎，真的谢谢大家哎。我刚才有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礼物是什么？念耳背吗？欧北，谢谢浪客四维的罐罐，猫派对欢迎你加入。耳背，所以是念，欧北，谢谢一层的星梦一元棒，谢谢树葡萄的星之挂，树葡萄，你刚刚怎么没有回来？我刚刚还那个呢，我刚刚还发那个粉丝团红包嘞，啊，你都没抽到呢。我还想说你们要回来了呢，结果你都没有回来。谢谢 Kent 的新之冠呢。Hello 叮当树，叮当树是谁？Hello 叮当树，谢谢 Kent 的新之冠，谢谢新鲜柠檬的新之冠。祖祖，你看过《不能说的秘密》吗？结局很感伤。有，我有看过。对不起，我想要回来我自己这边一下，因为我这个。为什么我看不到你们的字啊 ？Hello， 祖祖 ，Hello， 杨公公，好久不见，谢谢小风仔的星之怪，谢谢小蛋糕的星球。为什么你们送礼物我现在都看不到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叮当树又帮人家改名，哎，我讲错了。谢谢小薰的我来签到，现在发生什么事的星之冠？为什么我现在才收到？发生什么事了？命名大师祖祖，请给我命名大师的称号。叮当树，叮当树，叮当挂在圣诞树变叮当树，一百分，谢谢花生什么树的星之罐罐，谢谢你们，好多好多好多，谢谢。卡卡的懂吃懂吃，哎，五宝你还回来哦，五宝是谁？无缘非宝你还回来哦。柳橙，谢谢你的荧光棒，我以为你会去。谢谢锦锦的星之冠，我以为你会去慧慧那边就不回来嘞。Hello 树宝宝，欢迎回来。Hello 狗狗，谢谢锦锦的星之冠，谢谢小蛋糕的花枝精粹，谢谢你们，谢谢呱呱的我来签到又改，谢谢无缘非宝宝的星之冠，谢谢浪客八五九的医用口罩。是我现在才收到，是不是？是你们刚刚收到的所有礼物吗？我一直在啊，电脑版都在这儿。哦哦哦，是这样子的吗？所以我现在才收到你们刚刚所有人送给我的罐罐吗？问号，我的特效现在才开始送出来，是发生什么事？做祖祖的宝宝不错啊。Hello Aaron，
Aaron 后面不会念。Hello Aaron，Hello 北卡卡诺鱼鱼 ，Hello 鱼鱼。Hello 思源 ，Hello 浪客素一，做祖祖的宝宝就让我有种归属感，真的吗？谢谢思源的星之冠，谢谢你叶晨的荧光棒，谢谢你们 ，Thank you。大家如果好像听说是谢谢树宝宝的真情告白，是不是谢谢？那个大家明天我的那个吃饭饭的那个影片好像会上，晚上6点，叫 You Too Me Too， 大家可以帮我去看吗？看我去介绍食物，看我当公主，快点！谢谢汉的星之冠，拜托你们去看好不好？然后顺便帮我分享好不好？有看的人可不可以就是截个图，或者是看个影片，然后标记我，我会爱你们，我会爱你们的。我差点说我会爱你一次，不能一次，我会爱你们的，会很爱你们，很爱你们。Hello， 小英，延迟太久了，对啊，他现在全部才通通掉出来。问号。你看我现在完全就是星之冠特效100分，直接看爆有九姐姐，有九九是谁？有姐姐就看。谢谢凤宝宝，陈好好，阿杜好，汪成米好，刘成好，你们说好喽 ？Hello 老豆芽，谢老豆芽的星之冠，我都没有看到你10的影片，这个就是啊，这个 You Too Me Too 就是啊，一次就好，拜拜。一次没有啦，原来吧。Hello 大福哥，我看正妹，请看我。好啦，好啦。Web 也很烦是什么意思？恭喜大福哥集齐碎片。什么叫 Web 也很钝？哦，你说网络版也很钝吗？难怪上次我看到，哦，好漂亮哦，我看到了，谢谢被打发老板。谢谢大福哥的告白气球，谢谢你。Hello 曼西 ，Hello 烤箱面包，你好。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谢谢四个人送我100分，谢谢大福哥的星梦应援棒。你好曼西，如果可以的话，追踪一下主播可以吗？我爱你。好，你赶快去喵台前辈台那边，赶快去签到一下，浪一下。主播到底要讲什么呢？主播要说我爱你们哦。Hello 莫里斯，你就没看到你是什么意思？没有看到我是不是？卢卡祖祖温柔甜美气质，整月不能入睡，自我陶醉可以。Hello 走到飞，等一下，我刚本来是说要放什么歌，快乐崇拜，怎么都没放？谢谢加速宝宝的幸运四叶草舞 ，Hello 队队，恭喜。恭喜树宝宝抽到1314 ，Only 嗷嗷嗷，曼西可以追踪一下祖祖吗？拜托，爱你哦。请跟我来，快乐崇拜，包袱的，请跟我来。Hello 思源，好，我发现曼西好像没有要理我，好吧，曼西爱你哦。谢谢大福哥帮我分享直播间 ，Hello 爱你哦。有什么期待？欢乐你有期待，一定来，不如一起精彩，请你慷慨 ，Come on！ 公车迷说什么？快乐族100分，你比姐姐小吗？他跟我一样大吧？小晴，头目怎么了？头目很棒，继续加油！真的，对呀、啊，我是11月20。哦，你比我小吗 ？Hello 雪中神树 ，Hello 于轩，嗨 ，Hello 于轩，好久不见，嗨起来 ！Rap 的第三段颇快，我不太会串，不太会串是什么？不太会唱。Hello 雪中神树，谢谢于轩帮我分享直播间，谢谢你。有什么期待？
煮煮吃烧肉味道形容的真好，真的假的？我都还没看，我等一下赶快去看。大家看了吗？小几个月而已啦，啦啦啦啦，美食族，大家有去看了吗？大家看我们去吃那个烧烤了吗？看完了，怎么样？猪猪有出去很多次吗？大家吃的好开心，有啊，首播就看完了，真的假的？小英，一百分哎，小英 ，Hello， 朱里恩，这样害我好想看了，我等一下看。冰大，越看越饿吗？赶快去看，赶快去看，看完了，很棒。好，思源，你等一下赶快去看。运动会我还没看，没关系，你等一下下播赶快去补。你可以先从结局开始看，结局就是我们去吃烧肉了啊！哈哈哈，不然怎么叫美食族？耶、yeah, ，美食族！你要搜寻什么？AKB48 TP 应该就可以搜寻得到了吧？哎呦，蓝色小精灵，我今天是蓝宝祖族。等等才要去看，好 ，Only 没问题，我等一下分享好了，我等一下分享到我的 Instagram 上面。好不好？这样你们去看也比较方便。哎呦，蓝色小精灵！哎呦，我是蓝宝祖祖，我是蓝宝祖祖，蓝宝祖祖。噔噔噔噔，人好 ，Hello， 人好。蓝包祖祖，为什么我是蓝包祖祖？Hello Penny 的阿明，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Hello 台台睡觉时的男友 ，Hello 台台的男友 ，Hello 枯燥枯燥味，还是你？你有真的认真在听主播讲，在听主播讲话？谢谢阿明。不知道哎，谢谢阿明的心之怪，谢谢你，你怎么知道我要罐罐？谢谢你，阿明，真的很谢谢你，你自己说的啊，我说什么？冰大二届猪猪，哪有二届？谁二届？Hello小英，蓝宝是洗衣粉，才不是哎，是车子。Hello小英，谢谢田中的玫瑰，原来是蓝宝，可以啊，不是，是蓝宝祖祖的那个，不是蓝宝。哭啊！刚刚直接跳掉哎、欸，我难过，真的。为什么？没有，我跟你讲，等一下他又会再出现的。因为你看我们刚刚是不是 delay？ 我们刚 delay 那个他所有的那个delay 了所有的。对，蓝宝建议，谢谢田中帮我分享直播间，谢谢马良爱祖祖送完礼物直接跳掉。对啊，为什么？的爱为眠，二姐谁回答就说是谁啊，我开始卡了，现在应该还好吧？七哦，还没有，我以为要开始唱了。哎，宝贝 ，Hello Star T S A I， 喜欢 Mac Lar， 你是什么啊？马。玛莎拉蒂吗 ？Lauren McLaren 是吗？是玛莎拉蒂吗 ？McLaren 是吗 ？Lauren McLaren 谢谢，我一直跳出去了，难过，糟糕。Hello Happy Love 卡起来，越来越卡越严重，真的假的？你好卡哦，卡卡猪。二界王，现在呢？现在祖祖正常吗？咔咔咔咔咔咔，通通卡起来，卡起来，这是谁的应援？亮的深秋，现在呢？感谢我们。
走了那爸等烟火亮火留了原拥挤的真实时候不睡的等候DJ One， 我卡了一个很好笑的画面。你们听得到声音吗？
真的吗？你们听得到我声音吗？现在正常了是不是？所以我现在我不能乱动，对不对？我懂，刚刚大家说卡了，我也卡了。等等，我现在这边完全卡了，有声音，好吧？那听祖祖。我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他的发。我就坐在后面，慢慢聊天，好。乖乖的待，乖乖的待在家，静静的守着电话。Hello， 叮当鼠 ，Hello， 花生什么树 ，Hello， 马哥，我现在不敢乱动。剪一地是被爱的分叉，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愿你的情话。我后面就不卡呢，坐卡呢，坐后面比较顺吗？他叫我不要太靠近手机，是不是？欢迎沈薇加入啊！有收听你的微笑。喝撒娇，别人来教，把爱紧紧抓，紧抓牢。
Dancing 强势 Dancing 强势登场，立即下载 App 免费试用30天，需遵守相关规定。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世界的决定。好哇。的心里，听得到声音吗 ？Hello， 振东。的美丽，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好哇、啊，好哇、啊，边聊天边念吧。等等打给大家，我又看，我也不能看直播。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谢谢大家出现在我的青春里，爱你们哦！如果有听声音的，好的，就是我在打字的同时呢，我还是要，哎呦，我在打字的同时呢，我还是要讲话，因为有些人是不是挂听？好。心碎的方式。
我现在在放《魔鬼中的天使》。我听到你傻笑了。原来吧，结束了。不想下播，我还没聊天，我还没聊天。让水逆吗？嗯，我觉得是。今天早呢？今天早点休息，今天早点休息吧。安格斯后牛堡。